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布袋。台南的肉粽一定要用麻布袋盖，为什么？今天来讲清楚。啊，现在用布袋来盖肉粽，保温。保温啊、哦欸哦，是为着保温的关系啊、哦。嘿、欸、嘿、欸欸、我啊，啥布袋啊，啥不是白行。这麻布袋。麻的布袋。嘿、欸、嘿。麻的布袋盖盖保温。保温啊。哦。开气开调的啊。我气较会调的哦，啊无较会砍，会砍较早，我都唔免砍盘。哦，安尼啊。哦。伊个水蒸气会砍来，啊内底会烧啊。会烧，啊用迄个麻布袋砍是较慢，也是安怎？伊麻布袋本身伊会吸弹嘛。伊会吸弹。系啊，啊伊个水，伊个气会砍来，但是伊个迄个烧度搁伫内底啊。啊！你若外盖的，是不是搁迄个气规拢总拢总透袂出，顶内底袂干袂干，所以吸袂调就对了。米会烧烂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哦。所以这阵啊，一个学问就对了。对啊，啊无人，啊无人古早人，咱嘛有主人有伊个道理伫遐。啊对，好，谢谢。